你们被亲戚杀过俗吗？院长，舅舅，您快把我的珠宝收住了吧，不然真的要破产了。就是那个森林珠宝吗？对对对。表叔好。珊珊呐，今天怎么想起请表叔吃饭呢？穿的这么漂亮，哪里的话，这是我男朋友买的。哎，那你男朋友对你蛮好啊。说吧。 找表叔什么事儿啊？这不，我想今天给大人妈妈选一件礼物吗？您做的这么多年的成品，知道了，能不能推荐一下？不是，趁这个机会，大赚一笔。表叔，那你是找对人了。我在森林珠宝干了这么多年，在这一块是非常专业的。那太好了。您正好，我就得有一件我的真定制吧，我明天给你送来，价格给你算最低。谢谢您了，表叔。开什么呢？怎么开心？ 没什么，明天你就知道了。现在跟你说了就不是惊喜了。正好我也有惊喜要给你。怎么样，这个复古牛仔裙和轻法式小衬衣，喜欢，眼光真好。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买。转过去了，表叔，去家里坐会儿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还有点事，先走了。好，那我改天请您吃饭。珊珊，今天的衣服好漂亮啊，是吧？我也很喜欢，是大渊给我买的，快进来坐。 珊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送给大人妈妈的礼物，才到的，还花了不少钱呢。啊，这呀，这是用最差的材料做的，不会吧？是我表叔卖给我的，真没骗你。我家做了这么多年的珠宝原材料，你还不信我吗？表叔，我没想到你竟然连我也骗。有什么事别在我公司楼下说好不好？一会儿有人来视察收购，你是不是想把我工作给搞砸？您还知道要脸？那您骗我的时候呢？良心呢？ 交易买卖，此决自愿。再说了，我给你的是最低价格，你还反咬我一口。到底是什么样的你自己清楚。什么怎么样？哎呦，我从小看你就是个白脸，袁总，你真是。等会儿说，怎么了，珊珊？原本我想送给你妈妈的礼物，表叔高价卖给我了残次品，就是这样。你是森林珠宝公司的人？是又怎么？你赶紧走，不然一会儿我叫保安了啊！ 喂，你下来。哼，叫我告诉你，这家公司除了老板以外，我说了算。你别自找不去。袁总，袁总，哎，老板，老板，袁总，你就是温氏集团的大员呐。你们森林珠宝可是真行啊，把差货高价卖给我女朋友。咦？我，我我我我我但是我还是要收购你。些许袁总。 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还不赶紧跟袁总道歉？哎，我可没说不计较，收购了就是我的公司了，对吧？那是当然，那是当然。那么在我公司徇私舞弊，什么后果？你承担得起？对不起，袁总，对不起，袁总，走吧，对不起，袁总，我错了，袁总。以后就算是亲戚，也要小心被杀熟。